但凡我们学化学的这同学，你肯定啊逃不掉背诵这个元素周期表。学历史的呢，你也逃不掉。什么问题呢？300年怪圈的这样一个历史周期率问题。纵观全部的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封建时代呢，那中国啊，似乎就存在着这样一个规律。用《三国演义》的话啊，就来讲，怎么说呢？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哪怕是大辉煌，像那唐朝，这个这么强盛的大唐，从建立到消亡，也不过呢就289年，不到300年。哎，更别说什么五代十国啊，那些短命王朝了。原本这明朝啊，哎，非常有希望打破这一历史魔咒了。但是呢，事与愿违，大明朝最终呢还是倒在了1642年的春天，倒在了松锦大战之后。松锦大战呢，绝对是明朝啊退无可退的生死存亡之战。崇祯皇帝呢，当时就任命洪承畴作为明军的主帅，率领13万精锐大军前往松锦一带。这13万明军呢，可以说是当时明朝啊最后的这种大家底儿了。洪承畴这个人呢，当时也不负众望，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法，慢慢的就靠近锦州，逼得当时清军呢还节节败退。然而，就在这战争形势啊，对于明朝这方面来讲是一派大好的这样的情况下，那么为什么这个明朝最终还是走向了这个失败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呢？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接下来这一集，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4月啊，绝对是这个蓝色的、美丽的、让人感到忧伤的这样的季节。在塔山城边那淡绿色的草地丛中，一只这个母雁正温柔地趴在它刚刚生下的那几只蛋上，用它自己的体温孵化着这些即将到来的新生命。太阳呢是那样灿烂夺目照在乱蓬蓬的草地包括这个大雁它们的身上，尤其大雁身上的羽毛折射出日光的那种美丽绝对是令人目眩神迷。在如此的静谧之中呢，忽然间喊杀升起，一群大辫子骑兵他们以疯狂的速度开始冲击，而那只安静地卧在当地孵蛋的大雁呢，还没来得及起飞就被纷飞的马蹄这个践踏而死。不久包括那几只还没有孵化成型的幼雏呢，等于都被马蹄蹂躏成泥土一般的这样的这种颜色了。这一场景呢，发生在崇祯15年，也就是公元1642年的暮春时分。当时明军和清军之间这松锦大战呢，已经到达尾声。在当地战士们满语和汉语交互的这种呐喊声中呢，嘶喊声中，明朝的塔山城终于被攻陷了。砍死他们，杀死他们，一个不留。清朝那亲王济尔哈朗包括那郡王多尔衮还有豪格这些人，无不是声嘶力竭，高声指挥着攻入城内那些满汉士兵大肆杀人。城内的明朝军民呢，却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们即使是手无寸铁，依旧徒手和那些手拿利刃的清军呢进行肉搏战。多尔衮这些人呢，咬着牙就在马上挥舞着闪烁着渗人光芒那个长刀四处斩杀。城门附近呢，一个身材高大的明朝将领就被济尔哈朗率领数十个清军呢，把这个人包围在中间。虽然如此，这位明军将领呢，依旧是拼死力战。当时他手杀数人，最终呢，他也是寡不敌众，胳膊上受到了重伤，手中钢刀落地。喘息之间，他伸手呢，把头上这个头盔呢摘掉了，露出了一张英俊的刚毅的脸。在这个明朝将领他这个靠左眼之处呢，已经是有一道鲜血淋漓的创伤。受伤如此呢，这位名将依旧是脚步稳健，神态从容。他的相貌呢，甚至可以用英姿飒爽4个字来形容。塔山城池虽然陷落，
但这位名将他红润的脸上呢没有丝毫惧色，此人脸上呢长有漆黑明亮的髭须，更显出呢他的阳刚之气十足。望着越来越多的涌上的清军士兵啊，听到敌兵当中还有人用汉语来向他招降，这个明朝将领呢狠狠地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骂了一句奴婢降贼。济尔哈朗猛然纵马冲到这名将近前，高举起他手中的长刀，猛然就劈了下去。这位明朝将领下意识的啊，抬起这个右胳膊抵挡，血光闪出，利刃呢就把他一只手腕啊就给劈断了。而后那刀尖呢又顺势落到这位名将光洁的额头之上。受到重创，这位名将大叫一声，眉宇之间呢充满了痛苦和仇恨，缓缓欲倒。济尔哈朗此时呢调转马头，又从背后呢砍了这位名将一刀，鲜血飞溅啊！这位大明的美男子呢就轰然倒地。济尔哈朗此时又狂呼：“杀死他们，把这些尼堪啊全部杀死！”因这位名将壮烈牺牲而被惊呆的片刻，那些清军队伍、那些清军士兵和将领，忽然之间呢，这个时候都缓过神来。那么在济尔哈朗他的命令之下，这身潮水一般涌向塔山城内。就往塔山城内猛冲，于是呢，城内又响起一片喧嚣啊，到处都响起了格斗声、厮杀声、怒吼声，随即呢，就是阵阵雷鸣般的火药爆炸声。刚才上面这一大段我所讲的，你看颇具文学性这样的描述呢，讲的呢就是明末松锦大战过程中那塔山大战，讲的就是哎塔山城内啊这些大明勇士啊这些大明将领。包括他的士兵啊，英勇抵抗清军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明朝崇祯八年，就公元1635年啊，后金的王爷多尔衮就率领军队征服了当时那漠南蒙古，获得了呢元朝那传国玉玺。那么崇祯九年，就公元1636年呢，皇太极就在沈阳登基称帝了，改元崇德元年。当时呢，皇太极听取汉人模式的建议，还把国号呢从后金定为大清。值得一提的是啊，努尔哈赤当时的金不是叫大金，就叫后金。这个时候呢，被他儿子皇太极啊改为大清了。就在当年，清兵又从独石口入关，在长城内的广大地区又狂杀啊，狂掠了这个一个多月，掳掠了大批的汉人和财物呢，哎，退回到关外。崇祯十一年，就公元1638年呢，清兵又第四次杀入河北、山东，这一次一进来呢，就是长达半年之久。明军在这个过程中呢，多次战败。期间呢，名将卢象升，哎，唯独他这支部队和清军展开激战。不久之后呢，这位卢将军哎，在河北这个巨鹿庄啊，战死了。他所率领那些明军呢，最终也是全军覆没，哎，没有一个投降的。除此之外，其他明朝啊所属那些州县啊那些军马啊，基本上是不堪一击。经过多次战斗过后呢，皇太极就发现明朝现在的国力啊已经大不如前了，因此他就下定决心，就开始正面进攻啊明王朝的辽东防线。由此呢，松锦大战就开始了。那么崇祯十二年，就公元1639年2月14日呢，皇太极他亲自率领清朝大军，多载着这个什么炮火啊，啊什么战马啊、辎重啊，就开始呢大攻松山城。他就想啊尽力一举把松山城给攻陷。当时呢，清军就在松山南台之下呢啊扎下七座大营，从22号一直到28号之间吧，皇太极就指挥清军发动多次强攻，但这些进攻呢都遭到守城的明朝军民的英勇抵抗，清军伤亡惨重。猛攻不下，皇太极非常恼怒，于是呢，他就派人回沈阳，还运来了27门大炮，又运来这个10000多发这个炮弹，然后呢，又有火药500壶。另一方面呢，他又指挥在松山城南啊穿地道，然后激励清军将士，咱们一定要死战登城。即便清军的进攻啊如此的猛烈，松山城的明军呢守卫还是非常严的啊，他们纷纷登上城头，誓死阻击啊清军的进攻。几次战斗下来，清军死伤无数不说，数名将领呢也是临阵被杀。双方的这个仗啊，攻城守城一直在打，直到4月中旬
困于城下多天之后啊，皇太极这个时候呢就深感啊，无论是攻还是守都是两难，只得罢兵就退回到沈阳。这个时候呢，失望和失利的啊这样一种气氛呢就笼罩在皇太极所在的沈阳城内。哎，清朝这么多死伤将士的一些家属啊，哎，就在那城内啊天天是哭声震天。松山攻城战失利了，皇太极就觉得啊，明军啊这个宁锦防线啊确实还挺坚固的，绝非轻易就能攻克的。于是呢，皇太极啊就召集他那些贝勒啊大臣们就商讨对策，就决定呢由远渐近，重围明朝当时的坚城锦州，最终呢就是想迫使当地的明军啊，就锦州的明军献城投降。自从崇祯四年明朝那大凌河据点被攻破之后啊，锦州实际上就完全暴露在这个敌军面前，等于从那时起呢，这锦州就成为明朝在关外的最前沿阵地了。那么距离锦州往南十多里以外就是松山城，松山西南十多里呢就是杏山城，杏山啊这个西南约二十里开外那就是塔山城，就是我们这一集刚开始讲的啊那个明朝这个将士英勇困守的这样的塔山城。塔山西南数十里开外就是明朝关外的另一个重镇宁远城。由此可见，这个松山、杏山和塔山三城既是锦州城啊这个坚城的后盾，它又是宁远城的这个平番。清军呢如果想从正面入关啊，他必须把这个宁锦防线给攻破啊，才能顺利入关。多年以来啊，锦州坚城一直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的噩梦，他们率领军队啊就对这个锦州城啊攻打过数次，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于是呢，这次攻打锦州，皇太极呢就一改往日那种强攻的手法，改为什么呢？长期围困。崇祯十三年，也就在公元1640年3月，皇太极呢啊就派遣和硕正亲王，就济尔哈朗，包括这个多罗贝勒、多铎这两个人为左右翼元帅，让他们驻军益州。而后呢，他就派人修城筑屋，开始对锦州啊实行这种围困的计划。同时呢，皇太极还派兵在锦州城外啊，就不断的这个清除明军那些小的据点。皇太极呢，又派出蕊亲王多尔衮啊，这个成为这个锦州前线的总指挥。而且呢，他还严发敕谕啊，警告清军那些将领绝对不能疏忽怠慢，要堵死一切锦州外围那些道路。开始的时候呢，多尔衮还真没有彻底执行啊，他这个哥哥皇太极这个方略。为了保证自己手下的士兵轮休，他就下令每牛录甲兵三人啊可以回家一次。后来呢，他又允许每牛录啊这个甲兵五人啊这个各旗的张京一人啊可以呢按时还家一次。围困锦州的间隙呢，多尔衮还下令啊包括这个包围锦州那些清兵啊后撤三十里驻营啊，以免啊离这个锦州太近。凡此种种啊，就使得明军啊趁机偷运了大批粮草，等于进入锦州城，加强了锦州的防卫能力。得知这些消息之后呢，皇太极怒了，下诏严遣斥责多尔衮，而且呢，他还把多尔衮给降职了，罚银10000两，又把他属下两牛录这个户口啊还收回来了，同时又免除了多尔衮前线总指挥这样的职务。接下来，皇太极就命令正亲王济尔哈朗啊作为锦州前线的总指挥。济尔哈朗有前舰在啊，他挺听话的，严格贯彻皇太极的作战意图。他亲自率领40000多名这个骑兵啊，就在距离锦州城只有6里的地方呢，开始安营扎寨。为了达到包围锦州的最佳效果呢，济尔哈朗还在锦州城外啊，每面都设立8个营盘，而且还围着锦州城呢挖出长长的深壕。围城期间呢，济尔哈朗还派人成功策反了锦州城内啊属于明军的那个蒙古兵将啊，包括什么诺木齐呀、啊、什么这个吴巴什这些人啊，这些人不是汉人，他们都是蒙古将领，手下也有好多蒙古兵。正是在这些啊明朝的蒙古兵的带领下，清军呢就把锦州外城给攻占了。虽然失去了锦州外城，明军呢依旧是多时死战，最终呢成功的退守内城。这些人他们就是凭借着这个锦州内城啊这种坚固的防守，等于是又多次击退了清军的进攻。
这时候的清军呢，不仅他们有从蒙古那里买来的啊这个万匹良马，他们还命令啊那些先前啊就那俘虏那些汉人工匠呢，根据从明朝那里抢来的缴获那些红衣大炮呢，又仿制60门啊这样的新炮，而后呢又招募了1000多人敢死队，这些敢死队还都是技术兵种啊，等于都是那些云梯兵，等于他们能啊非常有技巧的竖起那云梯。此时的清军就铁下心一定要把这锦州城给攻下。崇祯14年5月，就公元1641年了，被包围了近半年的这明朝大将啊祖大寿，他成功派出一名啊这个通信兵，告知呢当时这个明朝主帅洪承畴，怎么说呢？锦州城内啊粮食呢确实还有，啊尚可支持一些时日，但是喂马的豆料呢越来越少，就希望明军啊这个援军能够及时赶到。最起码明军的这个车营这个辎重兵能够呢在外围啊进行声援。祖大寿呢还特别叮嘱那个通信兵，你一定要告诉这个洪总督，援军呢千万不要轻易和这些清兵交战。作为明朝当时的蓟辽总督，这洪承畴呢他当时率领好多人马，你看他手下有什么王溥啊、杨国柱啊、唐通啊、白广恩啊，什么曹变蛟啊、马科啊、王廷臣啊，包括吴三桂，等于是8位总兵都听他指挥。多少人马呢？共有骑兵和步兵啊，13万多人。作为统帅，洪承畴这个人还挺持重的，他是一直不敢轻易冒进，就一直在宁远啊按兵不动，密切观察锦州的态势。但当时在北京的朝中兵部尚书那陈新甲，他就是一直撺掇，撺掇谁呢？撺掇崇祯皇帝。他就对皇帝说了，你看现在我们这么多兵啊，在这个辽东一带啊，这个又得发这么多粮饷，咱们一定要速战速决。崇祯皇帝呢受这个陈新甲的撺掇，就不断的下诏死催这洪承畴啊赶紧进军。明朝这兵部尚书陈新甲就为了加强监视前线将士这些执行命令这种力度呢，他呢就派出他的手下直方郎中张若琪啊到达这个洪承畴的这个大帐当中啊就进行催战。张若琪这个人呢是个文人，而且是个轻佻好事这种文人，他呢还自以为自己知兵啊，挺有兵略的，他就认为锦州之围可以马上解除。不久之后，兵部尚书陈新甲又把这个从前那绥德知县马绍瑜啊委任他为直方主事，又让他出来啊帮助这个洪承畴吧，所谓的暂化军事。这位马绍瑜啊，实际上也是个文人草包，到前线没多久啊，他就写信给陈新甲和崇祯皇帝啊，就说边兵可以一战，完全可以马上出兵。北京的崇祯皇帝呢，这个时候心急火燎，就天天下诏啊，催这个洪承畴赶紧进兵。本来洪承畴呢，他主张是且战且守，如今你皇帝不断的下死命令催战，他就不得已啊，只能是率领这些兵马呢，往前逼近。7月26号这天呢，那皇帝死催啊，洪承畴呢就在宁远都师，率领全部明朝啊这8个总兵啊这13万人马吧，啊进抵锦州城南。当时城南有个山叫乳峰山，啊，进抵到那一带。29号这一天呢，洪承畴就命令总兵杨国柱率领他那一部人马呢，攻打西石门。明清双方一激战，这总兵杨国柱呢中箭身亡。虽然战斗过程中明朝呢啊这个牺牲掉这个一名总兵，但那些士兵还挺英武的，在乳峰山一带呢，啊把这个清军打得大败，杀的当时清军啊几乎就是溃败了。紧急关头啊，清兵当时呢在将领的指挥下还行，等于就是退入他的壁垒之内呢，坚壁不出。同时呢，这些清兵清将马上派出人马向沈阳求援。皇太极啊，当时病得不轻，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忧愤呕血，又急又忧，啊，一下就吐血了。皇太极呢下达命令，就命令沈阳的军马马上赶赴锦州去增援。与此同时呢，皇太极不顾自己这个有病在身啊，他自己先率领3000名精骑兵啊，自己先去锦州了。皇太极这个时候，你想鼻子上一直往外流血啊，啊嘴里头一直往外的渗血啊，他还是不顾自己这种伤病，昼夜兼行500多里。最终呢，皇太极等人呢就抵达了锦州城北的戚家堡，
这七甲堡呢，就是今天辽宁仅县的七甲堡。到达嵩山附近之后，皇太极马上命令清军，挖出了这种三重深壕，而且这种深壕呢，每个这个壕沟都深八尺，宽呢一丈多。这一来呢，就等于把嵩山的明军啊紧紧的包围在内。皇太极当时这种作战布置呢，依旧是围城打援仗的战术，就把这个锦州城紧紧包围的同时，但凡有明朝来的援军啊，个个击破。由此呢，清军他从先前那个重点是围困锦州嘛，他们现在的重点呢，就是等于是主要要打击明朝啊前来增援那些援军。这样一来，清朝沈阳方面的大军一到呢，等于就对明军这个增援部队啊形成了反包围，把洪承畴率领这13万大军紧紧地包围在嵩山一带。由此呢，明军的形势就非常危险了。你想，锦州、嵩山、宁远这三个城当时是各自孤立啊，无法互相援救了。从当时的战争形势看呢，清军等于是由被动忽然就转为主动了。明朝的总督洪承畴望见清军呢，就等于是把这个嵩山就给包围了这么多大营已经驻扎下来，心内也是非常的恐惧。这个时候的明军呢，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呢则粮已尽，没办法洪承畴只能是收缩兵力，把七营步兵呢往回撤，等于是背靠嵩山城开始扎营。同时呢，洪承畴就想寻找机会呢突破清军的重围。8月20号这天，明清两军就得是开始列阵大战。明军呢，在此之前呢，毕竟打败过清军多次，所以说呢，明军的将士并不怯战，双方接战良久，杀伤相当，一时之间呢，也是未分胜负，相互焦灼期间，那么明清双方他们的战局要如何进展呢？我们下集接着说。清朝末年随分子他为什么要用纸币？大清咸丰元年，就1851年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当时为了镇压太平军呢，清朝这个军费支出十分浩繁，钱花海了去。而当时呢，这个黄河又连连决堤，把这河道好多田地都冲毁了，不得不呢启用大批河工，得花钱啊。所以说天灾人祸吧，就造成当时清朝的财政严重危机。在咸丰三年呢，就1853年那一年的2月，户部呢就把这个官票样式和章程就呈现给这个皇帝审阅。27号那天，咸丰皇帝就正式宣发上谕，发行什么呢？户部官票。到当年的9月18号呢，清朝的户部又开始印制什么呢？大清宝钞。官票和宝钞就被人们呢合称为钞票。户部的官票在河北一带流通的时间比较长，当时什么有1两啊、3两啊、5两、10两种种不同的面额的这种券吧。国运呢，清朝的国运在当时就很衰落，国库里面它没有这个准备金，它存钱也不多，甚至它造这个钱的，比如说这个银啊、铜啊这些东西都不多。因此呢，户部当时病急乱投医嘛，大量发行纸币。不过当时的户部他并没有接受过像元朝那种教训，没有考虑过通货膨胀这样的问题，因此这一下子印的这个钞票太多了，最终就导致清末那纸币根本就不值钱。老百姓你去买东西，你即使买俩鸡蛋，你掏出纸币，卖家根本就不收。但清朝朝廷呢又不肯废除纸币，而且呢还强力推行让这纸币大量流通市场。于是呢，老百姓收到这些纸钞怎么办呢？这些钞票就跟废纸差不多，但是你得有用啊，想了。所以说民间的这种想象力还挺丰富，他就把这纸币呢当份子钱，印刷还挺精美的。也就是呢，但凡亲朋好友婚丧嫁娶的时候，尤其是普通老百姓从前都是1吊、2吊、3吊、4吊这种铜板的给，现在特大方，一下就3两、5两、10两，甚至20两，什么呢？都是纸币。这样一来呢，如果你送礼随份子，看上去还挺有面子的。
过这个团队竞技游戏的人啊，肯定我们都有过这样一个感慨：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哎，这要是放在古代战场上啊，放在明朝和清朝他们之间的这松锦大战当中呢，应该还得加上一个什么呢？更可怕的就是决策权还在猪手上。洪承畴这个人啊，虽然说他投降清朝之后啊变成一二五仔了，但这个人的能力啊确确实实非常强，尤其是他在这个战略博弈方面啊，这个人绝对是个帅才。从他在和皇太极博弈过程当中，就他们几次会战嘛，几次交锋嘛，从这个过程来看，洪承畴和皇太极这两个人之间的战术对比，他们之间的本事应该是五五开，甚至呢洪承畴方面还是略胜一筹。无奈何的是，洪承畴呢啊有一帮猪队友，这帮人太不给力了。这些人呢不是划水摸鱼啊，就是计划着呢啊如何逃跑投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啊，即使洪承畴这个人再有本事再优秀，他也带不动啊这一群猪一样的队友。那么这些拉后腿的啊，这些给这个洪承畴添乱的他这些猪队友到底有谁呢？我们这一集就详细来讲一讲松锦大战，就明朝的松锦大战到底是怎么失败的。我们上一集说到松锦大战到了后期呢，清军和明军相互交战嘛，明军当时囤积在这个笔架山啊，有大批辎重啊，都被这个清军啊给夺取了。与此同时，明军的退路呢又被清军截断了。到这个地步，明朝那些将士、那些战心啊，他们的心理就开始发生变化了。慢慢的呢，明军名将啊，他们就开始有了这种气挫势穷的啊这样的意思在里头。面对如此危局，明朝这些将帅他们又如何应对呢？8月21号这一天呢，洪承畴就集合他手下这些总兵们就开始开会了，共商对策。会议开始，就不少将领就主张，我们啊最好先撤回到宁远，咱们先啊把这个士兵啊肚子填饱再说。因为当时明军的辎重啊好多已被清军抢走了，已经严重缺粮了。先前呢朝廷派出那监军张若琪，这个时候呢也附和众将，就是咱们先撤到宁远。而当时呢身为主帅的这个明朝的总督洪承畴，他还真不主张退兵。他怎么说呢？如今战一死，逃一死，如果我们奋力一战，或许呢能够死中求生。但在当时呢，洪承畴这种以决战来解围制胜这样的意见呢，却遭到了好多将领的反对。这些总兵啊，这些大将们，他们呢就要坚持啊，带率领自己的部下呢，先回到宁远，先解决粮食问题。会议之上呢，代表着崇祯皇帝那手握尚方宝剑那监军张若琪，这个时候不像从前了，特能干啊。从前他就一直主战，这个时候他要变成软柿子了。他也支持啊那些军将他们的意见，就是咱们先逃回宁远。洪承畴听这帮人这么一说，也没办法啊，而且监军都同意了，只得同意啊，率领军队呢先逃往宁远再说。为了稳妥起见呢，洪承畴他还是把手下明军呢分成两路。他就命令他手下总兵王廷臣等人呢，率领左路军；那马科那些总兵呢，率领右路军。决定呢，就在当天的一更时分突围南逃。恰恰呢，就是明军这个以逃跑为目的的军事行动呢，等于就是严重涣散和动摇了当时呢明军那些战士的军心。那些总兵包括各级的将领呢，由此也是各怀去志，他们再也不想啊如何和清军死拼，如何和清军激战。而想什么呢？就想在这逃跑过程中如何保全自己手下的一些部众。明军这方面商议已定，皇太极那方面很快就得到了非常准确的情报，他就立即也进行周密的军事部署。皇太极当时严令驻将说什么呢？今夜敌必遁，右翼四旗护军及骑兵、蒙古兵前锋据笔翼排列，直抵海边，各固守汛地。敌兵之遁者有百人，则以百人追之；有千人，则以千人追之。如敌兵众多，
则蹑后追击，直抵塔山。皇太极所说这些话呢，记录在这个就当时朝鲜使者所写那个《燕行录》全集当中。由此可见，皇太极对当时想要逃离的这些明军啊，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了。所以明军南逃的海路两路啊，都已被清军啊严加封锁。当天晚上呢，明朝那总兵王溥，这个人胆小如鼠，他就在全军约定的突围时间之前，那么说约定时间在一更吗？结果在一更之前，他就忽然率领他手下的部众率先逃走了。王溥这一逃，等于明军各部就知道这消息了，即时大乱，马军、步军啊，这些明军呢自相践踏。明军当时遗弃那些弓甲、军事器材啊，什么辎重啊，到处都是。而就在逃跑过程当中呢，明军远远望见火光，忽然就知道人家清军的这个营垒已经在自己的前面了，没办法，掉头仓皇退回。好，正中的清军埋伏，等于明军全方位的遭到清军的这种屠杀。洪承畴这些人呢，突围未成，就只得退守松山城。那些有命冲杀啊出重围的那些明军呢，在尖山石灰窑一带呢，又遭到清军的伏击和截击。明朝总兵吴三桂和王溥等人呢，就等于逃到了杏山。那么总兵马科啊，包括李辅明那些将领呢，就奔入塔山。明朝的监军张若琦、马绍愚这些人呢，率领一部分人马，就从海上啊，乘坐那些渔民的渔船逃回到宁远城。这些人呢，性命得保。那么其他那些明朝残兵败将命就不好了，仓皇之间就奔向海边。到了海边，这人忽然发现前有大海，后有追兵，慌乱之余啊，明朝那些将领、那些士兵啊，一下就往海里奔啊，当时就被淹死无数。8月22日这一天，皇太极呢亲自把大营扎在松山城外，指挥士兵啊在松山四面又挖出深壕。洪承畴也急啊，当天夜里呢，他就组织明军分道突围，但是都没有成功。你想，这么多清军在外围着，还有这么多深壕，根本就跑不出去。在此期间呢，只有驻守汝峰山的那明朝总兵曹变蛟率领手下人马冲出重围了。这部明军呢，当时还冲到了皇太极啊他的营阵之前，拼死冲杀。双方激战良久，曹变蛟手下这些明军呢，毕竟当时军心不稳，等于最后是被清军给打败了。曹变蛟手下这部明军啊，这个被打败之后呢，遭受重创啊，等于就退入到松山。交战期间呢，还是有部分明军呢，等于闯出了啊清军的这种重围吧，最后逃到了杏山城内。闻知这个消息，皇太极不让打动，马上下令把这个守卫大营的那个门将给斩杀了，然后又惩处了几百名当时掉以轻心的这些清军官兵。而后皇太极又下死命令，一定要把松山城啊围死困死。至此锦州、松山啊这两个明朝的坚城呢，等于都被清军啊又包围得死死的。当时明军只有杏山城没有被清军啊围困和控制住。这个杏山城内呢，又收容了大批败退的一些明兵明将。思虑久之，皇太极呢就决定拿下杏山。当时呢，他就命令他手下那内大臣西汉等人率领军马，一部分呢埋伏在这个高桥大路，另外一部分呢，埋伏在桑嘎尔寨堡。这桑嘎尔寨堡啊，就是大兴堡了。这些清军呢，就是准备当杏山的明军败退之后啊，阻截他们，就等于在路上已经等着他们了。清军刚刚把这埋伏安排好。还正好有1000多的明朝这个军人，就从杏山城内呢，跑出来，就往南逃，正好落入清军的埋伏圈，一直呢就把这些逃跑的明军啊追到塔山城附近，斩获非常多。8月26号这天，逃入杏山城的吴三桂、王溥等人呢，就率领手下的残余部众，就往这个宁远方向奔逃，中途呢就遭到清军的追击，明军不敌，慌忙呢又往高桥方向败逃。明军败逃过程中啊，清朝的伏兵啊四处而起，把他们的前路后路啊全部都给截断了。由此呢，就对这两部明军啊等于打了个歼灭战。吴三桂、王溥这两个人，这两个总兵啊，他们两个人是仅以身免，狼狈逃回到宁远城。所以说这两个总兵啊基本上等于成光管司令。那么从27号到29号，皇太极又下死命令，
对当时的这个明军啊，穷搜山野，搜杀过程中啊，除了杀掉大批的啊这个明朝军人以外呢，还把逃亡和藏匿在各地那些明朝士兵呢啊全部加以收降。至此，这次历时12天的嵩山大战呢，清军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清太宗实录》是这样记载的：“士义也，即斩杀敌众53783人，获马7440匹，甲胄9346件。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负骸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飘荡，多如厌恶。”穷愁之余，洪承畴呢没办法，他只得和手下的明朝总兵曹变娇啊、王廷臣啊、包括这个明朝巡抚邱养明这些人，率领裁兵10000多人呢，等于是蜷缩在这个嵩山孤城之内呢，继续坚守。这个时候，嵩山城外的道路啊都被清军啊堵住了，外面的粮草运不进来，所以嵩山城内呢很快粮食吃没了，甚至出现了人吃人这样的惨剧。在此期间呢，洪承畴也几次组织明军突围，但每次呢都宣告失败。就在这样的坚守当中啊，明军就出现败类了。当时呢，明朝的嵩山副将有叫夏承德的，他呢就以自己的儿子为人质，啊，派自己的儿子啊以及他手下一些人密约皇太极，干嘛呢？他要投降。崇祯15年2月18日，也就公元1642年，夏承德这个副将呢就把清军引入城内。同时呢，他还率领他手下民兵把洪承畴那些明军的高级将领啊好多人全部生俘，而后呢压着这些人啊送给清军做见面礼。嵩山城被这夏承德献给皇太极之后呢，这个嵩山城等于是城破了。明朝的总兵曹变娇，包括那巡抚邱养明，好几位这个明朝大将呢，被俘之后宁死不屈，就被清军呢哎当时斩决了。而先前一向以尽忠报国自诩的洪承畴呢，关键时刻掉链子了啊，这骨软投降。其中过程呢，我们在先前讲明史的时候已经详细讲过。嵩山城被清军攻破之后，锦州城内的明朝军民呢，这阵完全绝望了。当时锦州城啊已经被清军包围了1年多，城内啊绝对是粮尽人疲。3月8号这一天啊，这个锦州守将祖大寿左思右想，别无他法，只得向这皇太极呢献城投降。清军入城之后，非常仔细加以甄别，凡是不属于祖大寿啊他部下那些明军都押出城外，全部屠杀。一时之间吧，清军把明朝副将以下的官员17人，兵丁8000多人全部加以斩首。而祖大寿他直接率领的那12000多名啊这些明朝官兵呢，等于是啊饶以不死。破城之后呢，清军还缴获了这个明军的甲胄军械7200多件，各种火器600多台。至此，明清之间的嵩锦大战呢，就等于到达了尾声阶段。一般的史书啊，对于锦州投降之后的战斗呢，大概都是象征性的，顺带说明一下。4月9日，清军攻克塔山；4月21日，杏山明朝守军投降。至此呢，明朝在辽东的防御体系呢就完全崩溃了。通过上述讲述呢，我们也知道明朝在嵩锦大战中啊，它失败啊是绝非偶然的，其中的原因也很多。那么明军失败的首要原因呢，肯定就要归咎于当时北京朝廷啊那种政治的腐败。其次呢，是人在北京不懂军事的崇祯皇帝呢，包括他手下的兵部尚书陈新甲盲目催战。第三个原因呢，就身在前线的蓟辽总督洪承畴和军中那监军张若琦呢，这两个人呢意见不合，互相掣肘。第四个原因呢，就是军事总指挥洪承畴关键时刻他这指挥失误。第五呢，就明朝总兵王溥，包括那顺天巡抚啊，什么杨升武啊，兵部侍郎什么范志完这些人啊，这些将官啊，这个文臣吧，他们是贪生畏死。我们回看一下，在旷日持久的这个明清战争的这个初期和中期，明朝将士啊，绝对不是我们今天印象中啊那样无能，那样怯懦。战争期间，还是有许多明朝的将士啊非常具有大无畏这种英雄气概。就在嵩锦大战结束之后啊，那场史料缺乏的塔山战役当中，就有7000多名大明守军是浴血奋战。
最终呢，这些人一个不降，集体殉国。他们的那种悲壮惨烈，我们后人读之知之啊，绝对是目眦尽裂。但是呢，在作为胜利者的啊清朝官修史书当中，对于塔山战役的记述呢，绝对是敷衍潦草。清军先以红衣大炮啊攻城，然后呢顺利攻入城内啊，把当时的七千明朝守军呢尽数杀戮。而在清朝所存的原始文件当中呢，皇太极敕谕朝鲜国王，以及当时他敕谕蒙古驻部的那些文件当中呢，大体呢都是如此记载：清军以红衣炮击回塔山城，我兵无梯登城，所谓我兵就是清兵了，于城僻处攻入，将城诸官兵进行杀之。这个我们看清朝的这个内国史院的档案啊，就能看出来，就是基本这样记载的。而后呢，皇太极就派出清朝的使者，给这个明朝啊杏山守将吕品奇以及当时守城那些明军呢，就给他们送去了一封这个威吓信，信中呢基本也都是类似的内容。因其抗拒不顺，虽以红衣炮击而毁之。这个旗啊，就是指塔山的明朝官军。我兵入城，尽杀官兵，无一得脱。如果我们从清朝这些肆意歪曲啊，当时史实的啊，这个说这个明军非常窝囊的，哎、啊，这样极度夸张的啊，这些皇太极的啊，什么他这些敕谕啊，这些威吓信内容来看呢，似乎当时困守塔山那些明军呢，等于都是一群待宰羔羊啊，全是一群懦夫。清军攻城之后呢，等于这些人呢是任由清军啊宰杀屠戮。那么我们就要问了，那历史真实到底如何呢？我们要知道，松山大战之后呢，明朝国势啊，那绝对是江河日下，辽东广大地区呢土地尽失，一个失败接连另一个失败，所以说也就没有什么人真正啊去刻意留意塔山城呢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和以后呢，中国这些历史学家啊，也很少知晓这个松山大战临近尾声之时啊，明朝将士呢，他们在塔山所谱写出的哎这样的这种大明英烈传奇。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满怀崇敬的啊去追忆我们汉族先辈这些英雄事迹呢，还确实要感谢当时那一批又一批的朝鲜使臣。正是这些朝鲜使臣啊，就是那些当时呢迫于清军的军事压力不得不向清朝臣服的啊，这些朝鲜的衣冠士大夫，他们在作为使臣入京朝拜过程中和进贡过程当中，经常要经过塔山那些残毁的遗迹，面对残山圣水这个大明故城，这些朝鲜使臣呢通过和当地明朝那些移民的交谈，他们就知晓了更多的更真实的塔山明朝英烈的一些传奇事迹。不仅记载了真实的塔山啊这个战守过程，而且呢这些朝鲜文人还诉诸于诗文，一唱三叹，感慨万千。我们要知道朝鲜呢从这个公元1636年他对后金作战失败嘛，就得被迫呢臣服清朝。朝鲜国王投降之后呢，他就必须派遣他的长子次子啊，包括一些贵族子弟呢到沈阳去给清朝做质子。这些王子啊，包括啊他们的手下人呢，身在曹营心在汉，所以说这些朝鲜使臣对于大明朝的尊崇啊，他是无时无刻都不能忘记的。他们呢对于万历年间明朝帮助朝鲜抗击那些倭寇的侵略啊等于是复国啊这种恩德啊是常怀一心的。因此呢这些朝鲜的文臣武将啊一直就暗中希望明朝最后能反败为胜。而当时在沈阳这些朝鲜人啊，他们作为人质呢虽然说是锦衣玉食，但也都是高级囚徒。作为人质，他们在沈阳呢还是一直保有相当的自由度。这些人呢每每能通过撞起的这种形式，他得向朝鲜国内国王写汇报啊，所以说呢在他们的往来文件当中呢也详细的汇报当时的明清之间这种军事进展情况。松锦大战过后，在沈阳的这些朝鲜啊质子这些人质包括他的手下，对于崇祯十五年就公元1642年四月塔山之战的这个情况呢，他们呢也汇报如下。他们怎么写的呢？塔山城一面以许多红衣炮攻毁，纵使齐发则城中不得知，
自焚其庐舍，一石俱进，余族七千并行厮杀，亲人则无损伤，只放炮，十余人中箭。这个情报呢，是在当时呢，人在沈阳的那些质子和他的手下呢，给朝鲜国王的那个沈阳状启中记载的。从这份朝鲜人的状启当中呢，就可以发现当时这篇公文呢，完全就是客观描写当时的战况，其中呢，倒没有什么过多的情感倾向，也没有战役的细节描述，基本上就属于一封非常简短的战况报告。但其中内容已经和清朝皇帝包括他们那些使臣记载颠倒黑白的那些内容完全不同了。我们看看其中这样的字句：余族七千并行厮杀，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明朝塔山的守军呢，确实对清军呢进行了猛烈抵抗的，而绝对不是像清朝人自己描述的，七千多人俯首待戮。因此呢，塔山战役当时那种惨烈的形状，实际上呢，已在这封这个朝鲜使臣的状启当中呢初显端倪。这样一来，就有一个问题：塔山战役的真实内情到底如何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清朝皇子一年呢只能休息六天。现在呢，好多人都觉得，你看，尤其咱看电视剧那皇子、王孙他们，那个天天过的日子是爽歪歪啊！你看，都是皇上的孩子，或者是王爷的孩子，生下来就衣食无忧，周围又是有奶娘啊、宫女啊、老妈子这么多人伺候下，快乐成长啊，绝对快活。如果要穿越，就绝对穿越到清朝，当那个王爷，当那个王子公孙。实际上，这只是我们现在人的一厢情愿的想象。金贵无比的这个清朝的皇子，实际上他和现在的小孩一样，饱受学业的折磨，内卷的特厉害。清朝那个文人叫吴振玉，他写过一本这个《养鸡斋丛录》，就记载清朝的皇家子弟五六岁进入上书房开始读书了，一般呢每天早上五点到七点就上早课，七点之后呢，宫里那些宦者就把早膳就早餐吧端到这个学习的地方，皇子和师傅简单吃完早膳之后继续学习，直到中午一点这才能放学。但中间放学并不是说休息也就吃个东西。而这些这个皇子们呢，学习的内容特别多，四书五经、经史子集、书法绘画等等等等吧，这些文化课一个都少不了。除此以外呢，清代的皇子呢还要在骑射上下功夫，因此上书房那个中午以后的学习结束之后，这皇子们吃完了饭稍微休息一小会儿，然后就到那教场练习这个射箭，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晚上七点。而且真正皇子上课的时候绝对都要正襟危坐，你哪怕大夏天的酷暑当头，宫殿里那阵也没空调，你也不能摇个扇子什么的。所以呢，咱们看康熙大帝雍正王朝，你看当时那几个老师演这俩皇帝没事歪着斜着，绝对没有。清朝的皇帝他就跟军人一样，你看当过兵的那些人站好站相坐好坐相养成习惯了，你别说他自己待着都是正襟危坐，哪怕旁边是妃子哪怕是面对太监他也是正襟危坐，就更别提他对着大臣了，他绝对不可能斜哪儿歪哪儿，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呢，这些皇子公孙们他也没有这么多假期，一年就放六天假，春节的这个端午、中秋他自己的生日，这都是各放一天，赶上皇上生日呢放两天。所以说呢，这些大伙儿现在羡慕的清朝的皇子王子他们的学习生活说句实话比咱们现在的孩子那压力要大得多得多。
2022年呢，有一首歌曲啊，绝对是火遍了大江南北。歌曲呢，就是叫《孤勇者》，啊，绝对都成了儿歌顶流了。无论我们是谁，你在街头啊随便哼这么几句，马上就能和所有的小朋友啊对上那个街头暗号。这首歌曲为什么这么火呢？就是因为这首歌啊，唱出了，哎，我们普通人啊为生活拼命打拼的样子。我们想那四个字儿，战吗？战啊！啊，绝对是呐喊出了普通人啊这种坚决不向命运低头，与绝望对峙抗争的这样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孤勇者》这首歌啊，它适用的范围很广，它还特别适用于歌颂那场啊被人刻意遗忘的啊被清朝人刻意淹没的啊明朝那个塔山保卫战。当时呢，那7000壮烈殉国的啊这个无名的明朝烈士，他们就配得上这首歌曲。塔山保卫战是非常激烈和残酷的，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们后世人啊确实很难想象当时的那种场景。比起明朝啊留存于史书上的那些高官啊才子来讲啊，比如说啊狼狈投降的洪承畴啊，因为水太冷了不愿意这个自沉的这个钱谦益啊，或者啊说那句话耐小妾不肯和啊那个胆小如鼠啊这个巩鼎之这些人吧，明朝塔山啊这些无名的这些先烈，用他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着啊对国家的忠诚。这些人呢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们面临死亡啊绝对是非常从容和壮烈。我们后人当得知他们那些英雄事迹的时候呢，确实是呢心中顿时涌现起啊一种这种崇敬的感觉。清朝顺治2年5月初6，也就是公元1644年，朝鲜使臣有叫程以幸的啊，这些人呢经过杏山堡就记录了这样一条极其重要的信息。他怎么记录的呢？东南望海而行，西溯塔山索，惨目之状又不忍言，孤城力战，始终不屈。城陷之日，家家藏火药，敌兵拦入，一时发火，主客烧尽，无一得脱。非徒能死，又能杀贼，主将谁也？非烈士于？至今清人亦称道不已。可见呢，在这个朝鲜使臣啊程以幸他的笔记当中，他先是对这个塔山废墟啊当时是大为唏嘘，而后呢又对于塔山的明朝烈士表示敬意，还详细记述了塔山当时的7000明朝壮士在城内呢埋藏火药，然后他们就与清军啊同归于尽的这样的壮烈事迹。最后呢程以幸还表示说啊，不仅他自己，包括清朝当时一些老百姓，都对塔山明朝省军当时那种气壮山河的啊那种抵抗精神大为称道。在他文中最后呢，他也是非常惋惜，哎，就是不知道塔山明朝守将这个主将到底是谁。又过6年，就顺治8年，就是公元1651年了。曾经在沈阳啊，清朝当时的那个首都做过质子的朝鲜联平大军李轩，他呢又以东制使的身份啊去北京，参拜这个清朝皇帝。中途呢，他也经过这个塔山城遗址，留下了几首啊歌词。就是歌咏塔山的英雄的一些诗篇，其中2首诗歌就特别盛赞了塔山明朝守军那种爱国情操啊，气韵悲壮，格调高古，若有盛唐唐诗的气象。第一首呢是塔山索怀古，万古惊心此地事，满城屠戮亦无余，男儿一死何须恨，凛凛英明竹帛书。他第二首诗呢，这个诗名叫《次子有塔山有树》，北塞冰尘起，边随月晕时，天寒胡济河，日暮鼓声迟，世事皆何极，孤城竟不知，人人皆死节，定不愧羌儿。那么从李轩啊这首《宿杏山索》一诗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发现清朝军队在攻陷塔山此后啊，等于他们就占领这个杏山城，也绝对啊不像清朝人自己吹嘘的啊那种兵不血刃的占领，实际上是经历了明朝守军那种殊死抵抗的。
冀西头沽村，村荒烟火稀，旷野风萧萧，沙尘扑人衣。垣墙尽顿辟，架屋无所依。云是杏山堡，死守库剑移。垒堑为平地，人物迷结疑。天阴骷髅哭，夜黑磷火飞。上面我们刚才所说的三首诗歌呢，都记载在李轩他本人写的这个《松溪集》啊，这个诗集当中。到了顺治九年，就公元1652年呢，朝鲜也有个使臣，他叫申如的，他在出使途中呢，也写了一首长诗《塔山堡歌》啊。在这首长诗序言当中呢，他对于塔山战役呢，就等于做了更为详尽的描述，就使得这些明朝塔山英雄他们的事迹呢，就日益清晰起来。他怎么写的呢？塔山所守将不知姓名为谁，辽人言者不记其姓名。而当锦州失守，松姓连线之际，独臂力据守，即事急，守将及军民谓曰：武士卒死伤殆尽，而粮食且溃，若等之朝暮亡矣。吾亦不生而辱，必先自刎。何以吾手举城而降？吾不忍7000人为鱼肉，而妻子俘虏也。众皆痛哭，事无一全者，乃令人坠出曰降，掘地埋炮火遍屋中，翌日开门纳冬兵。啊，这里的冬兵就指的清军了。人马填入营城，而炮火迅发，呼吸之情，烟举尽灭，一城荡然，灭夷先界云。嗟乎！自古忠臣烈士应城而死者非一，而焉有至死出奇，杀身鏖敌，攻谋之壮如塔山者乎？且当埋火，人之必死而无以示外泄者，比其忠臣有所讥也。余闻辽民扬过至流涕，因恐其事迹之民言，未失若序，以似他日为彼汉者采焉耳。在这篇序言当中呢，这个朝鲜使臣申如就通过类似今日这种新闻记者实地采访的形式吧，就以文学笔法真实记录他所发掘的塔山明军啊这个守城的历史。当时锦州失守，塔山城啊等于是显然守不住了，守城那些军士呢死伤殆尽，粮食又匮乏，早晚这城池呢肯定要遭到清军的攻陷。于是呢，当时这个城内的主将就召集城内的军民就说了，你看现在我们守城的军士呢死伤殆尽了，又缺粮食，城池早晚必遭攻陷，我呢身为大将肯定呢会死国死城，等我自刎之后呢，你们可以把我这个首级啊献给清军投降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免于啊遭受清军的屠戮。听守城主将如此说啊，满城军民啊是痛哭流涕啊，誓不投降。于是呢，明军就先派人出城啊诈降，然后就在城内遍地埋藏炸药。等到第二天清军入城接受投降的时候呢，明军忽然在四处把那炸药全部点燃，瞬间山崩地裂，炮声隆隆，数千啊这个塔山城的这个明朝守军和先入城那些清军啊等于是同归于尽啊，全被炸的是灰飞烟灭。为此呢，申如这位朝鲜使臣当时就非常感慨，自古忠臣烈士死守孤城的事迹挺多的，但像塔山这些明军将士如此以生命作诱饵啊杀身歼敌，这样的人才真是太罕见了。人人皆知呢是必死无疑，依旧是谋不外泄，可见当时这主将啊就是对这些人记忆大义，所以他的这个忠信呢感人至深啊，才会最后达成如此大功。虽然这位朝鲜使臣申如呢，他对塔山明朝将士壮烈事迹呢记载挺细的，但他也和先前啊他那些朝鲜使臣一样，没有办法得知这塔山主将到底是谁。所以呢，这申如在他这个长诗开始的时候就感慨：塔山一一丈，城堑尽一田，问问主将谁，亦列天下传，常为逼列阵，胡马塞河边，总兵金甲出，军门肉斧前，松姓相继现，唇齿无一全，慷慨气吐红，血涕洒幽烟，资粮岂知月，斗士不满千，兵孤士自振，
利弊守御间，不敢惜生命，是以同日捐。炮火遍沙尘，埋土不用穿，举城之必死，机事谁敢宣？开门约招纳，踊跃皆争先。平民千骑入，坚甲走偏田。烈火发地中，焰讯不及旋。城郭卷入空，人马随灰烟。杀生练为人，殉死是一贤。何况病虏奸，奇功识独专。终过死保辽，义胜稳从田。中原乱无相，杀气更西川。再拜谢英灵，悲风恕我言。挥汗血滋怀，浩格已坠偏。朝鲜使臣申如的这首叙事长诗吧，绝对是气势磅礴，铺陈得当，凸显了塔山明朝守军那种人人奋勇、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这些人呢，临难不惊，把这个清军八旗人马呢转入城中。当清朝1000多人马拥挤入城之际，整个满城的明军马上给人事先在城内事先埋伏好的火药，最终呢和这些清军同归于尽。读罢全诗啊，我们眼前马上就浮现出塔山军民他们那种忠诚和胆略，而他们面临死亡那种从容和壮烈，更让我们后人是心怀敬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朝鲜使臣呢，每每当他们经临塔山这些松锦大战的战场的时候呢，都会迎风洒泪，凭吊这些明朝英烈。但就在这些人这个英雄情怀日益浓厚的同时呢，对于当时计出奇谋的明朝塔山主将到底是什么人，朝鲜使臣呢更是久久不能释怀。于是呢，一代又一代，在长达百年的时间之内，这些朝鲜文人呢经常到此是探望流连。一直到了康熙59年，就关于1720年朝鲜又一位使臣叫李义贤的，他写过一首塔山调舞。在这首诗中呢，这李义贤呢还是和他前辈一样，就是惋惜塔山这个主将的姓名到底是谁呢。月晕孤城夜，风埋万灶寒，将军死最烈，过客替贫谈。壮气晴空碧，忠心贺燕丹。何妨性自眠，逐策永无堪。那么到了雍正9年，就公元1731年了，朝鲜那个使臣就也是当时的到这个北京去见清朝皇帝的也叫谢恩使吧，叫赵尚炯的，他又写过一首诗。诗名是什么呢？诗名是哀兴宋塔三宝守将，也就是哀悼兴山、嵩山、塔山这三个明朝堡垒守将这样的一首诗。在他的诗中呢，以见泪酒唱悲歌他还不停地诅咒清朝胡运亦何长。诗的内容是什么呢？残桥破叠倒沙场，斧迹哪堪过客伤。百万兵随城贡献，二三帅与国协亡。千秋弃作山河壮，勇士名众逐策方。天罪至今醒未得，中州胡运亦何长。他的这句中州胡运亦何长，那就是诅咒。你看清朝都到了雍正这么长时间了这个胡族呢还一直统治着这个中原地区。我们想一想，到了雍正年间，就公元1723年到这个公元1735年呢，清朝在中原的统治呢已经将近百年了。眼见呢先前陆游发起的，就说这个异族统治者统治中原都不能过百年这样的历史经验呢，这种历史预言现在已经逐渐失去效验了。同时又回顾明末清初那松锦大战，朝鲜这些使臣呢更是叹惋无限。再后来即使到了清朝已经是日暮西山的那咸丰10年，就公元1860年了，朝鲜有位使臣叫申希渔的，他又写过这一本关外记。在这本书中呢，他依旧提及到那位塔山的明朝守将。洪承畴、祖大乐守嵩山城，坚守2年，城外多埋火炮，清兵不敢进。即夏承德内应，城陷，大乐、承畴背直而降，嵩山、杏山一时俱陷。塔山守将知不可守，自投火而死。清人悲云：承德、承畴终被主，嵩山、杏山尽连营。既知此也。常闻大凌河阴风凄雨，
若有仇恨气。那么根据朝鲜使臣金景善，他有本书呢叫《燕园直指》。在这本书中他就记载，道光帝呢东巡之时，他到了松锦大战的战场啊，这个遗迹处他就立了一个战胜碑，炫耀啊他先前祖先的事迹。其中呢就记载有道光九年啊，当时的秋天啊，他这个道光帝所写的一首诗：一夕王师压锦城，13万众集民兵，文皇二白风云集，圣国千年草木经，承德承仇皆备主，山松山杏尽连营，追为创业成非议，仰见神墨素且惊。从道光帝啊这首诗中也可以见出啊，时光已经过去了200多年，好多啊这个历史的这种故事吧，或者事迹都已经呢被后人遗忘了。但朝鲜这些文人士大夫啊，他们心中那种英雄情怀呢依旧存在。这些人呢道了又道，勇了又勇，叹了又叹。在他们心目中啊，明朝这些塔山英雄不仅仅是勾起他们对大明朝这种历史记忆的怀念，也是朝鲜民族啊那种崇尚血性的那种英雄情怀的一种心理折射。更让我们现在的人扼腕叹息的是什么呢？你看当初朝鲜那些文人啊一唱山叹的这个明朝的塔山英雄主将，我们啊中国人现在的人似乎很少知道呢啊这位主将和他手下那些7000啊大明烈士的他们那种壮烈英勇的事迹。如果我们的记忆呢啊被遗忘所淹没啊，这些明朝先烈这些英雄几乎呢就完全湮灭在历史的烟尘当中。那么这塔山守将啊，这个明朝的主将到底是谁呢？这7000啊明朝这个烈士又是如何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呢？在血雨腥风的明末的那个时代，他们又是怎样度过最壮烈最惨烈的最后的日子呢？根据清朝他自己的内国史档案，这个档案啊它记载的是满文的原始资料啊，这个没有汉文的翻译。到了后来呢，光明日报出版社啊出版了这样的这个档案资料。崇德七年4月12日啊，这个清朝的内秘书院学士有个叫俄色黑的，他当时呢写了一封给皇太极的这种捷报奏稿。其中怎么写呢？和硕正亲王、多罗瑞郡王，瑞郡王就指多尔衮了，肃郡王亲尊上谕，率右翼将士及2亿巴雅喇官兵、汉军将士载火器至塔山城西，列红衣炮，初8日始发炮，至初9日5时城崩20余丈，我兵由崩处登城，时叶晨奇、马拉西牛录下、布达里先登城，恩古里牛录下、塔哈达第二登城，营古德牛录下、图美第三登城。随之众官兵登城克之，城内副将钟汉邦及蔡阔宪、游击刘思康、都司崔定国、备御王奇龙、守备奎德人刘世泰、江思维、隋国志、宗俊泰、傅奎及从关内来援李总兵官、金都司三营兵丁共7000名进行杀之。在这份奏折当中呢，记述的就是清军攻陷塔山的这个过程，基本呢和其他清朝的史料大同小异。但这份奏书的闪亮点在于什么呢？就终于点明了明朝守城主将的姓名，这个人呢叫钟汉邦。由此问题就来了啊，这个守城主将钟汉邦到底是什么人呢？我们下一集为大家仔细解读。清朝公务员的最肥差是干什么呢？这就跟抢钱一样，在清朝老百姓心目当中啊，一般的人啊，既然你不是王子公孙，普通的人嘛，你就得混个差事啊，官差。最好的差事就是啊，在这个清朝的户部营库当库兵。为什么呢？他们可以运用看守搬运银两的机会呢，偷偷夹带这个银子。当然了，这个官府也不是吃素的，也肯定要防偷啊、防盗啊，一系列检查措施还特严。比如说这库兵入库、出库，你都得赤身裸体，张开这个双腿双臂，那比咱们国安检现在说句实话都严。只不过那阵儿没有那 X 光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库兵们嘛，你想他得
偷东西啊，很快就想出了应对的法子。怎么应对呢？每次搬这个银子进库出库，都会偷偷的把银子藏在一个地方。藏什么地方呢？估计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力，他们藏在肛门里，然后呢夹带出门偷回家。每到夏天的时候呢，库兵进入银库工作，还会把什么羊肠啊、猪皮啊这些东西啊，那东西好带嘛，卷吧卷吧，实在不行说我就没事爱吃这口，爱吃这个羊肠刺身、猪皮刺身，那也没办法。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银两啊大一点的放在这个猪皮或者羊肠里，然后再塞入下体，那就跟那运毒运海洛因，就跟现在的这些南美啊什么的差不多。因为当时你在夏天嘛，那银两遇见大的，你直接塞入体内会有危险，有时候你夹不住它容易掉下来，所以说呢，哎，塞到这个猪皮里啊什么的这个肠子里啊，它就更容易塞进去。当然了，现在咱一说啊，这个用这个肛门来夹带银两啊，好多人这个观众肯定听起来就挺难受啊，绝对是让人感觉说点笑话的来讲菊花一紧。这个东西确实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因此这些库兵呢平常刻苦练习，而且呢他有时候还得使用一些药物，比如说得润滑呀、啊、就帮助他们能够哎特别顺利的把这银子大银锭也好大元宝也好带出来。当然了，你说这个没事儿，值班的时候老偷这个东西，时间长了肯定是有副作用。所以说呢，这些库兵退休之后啊就经常换毛病，经常得去什么这个看医生。什么病呢？脱肛啊、痔疮啊什么这些病到后来都来了，绝对是这个职业病。而大清朝的国库呢，就是在这些库兵们蚂蚁搬家式这样的逐年偷窃之下丢了好多银两。到什么时候才被发现呢？一直到了道光皇帝执政时期，哎，这事儿不知道为什么东窗事发了，结果一查账一看，好家伙，历年来被盗的这个银两的金额多少呢？说来大伙儿啊肯定叫你们瞠目结舌，900多万两白银。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呢，往往大多数啊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好就好在呢，历史也不只是啊只有胜利者在记录。明末清初啊，那些一批又一批的朝鲜使臣呢，他们对塔山战役中壮烈牺牲的明朝将士啊，确实是敬佩至极。这些这个记录呢，就给我们现在啊就留下了好多的宝贵的这种历史资料，给我们提供呢众多不一样的历史视角。尤其是明末清初那场悲壮的塔山血战呢，在这样的一场血战当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啊一直是被历史掩埋的。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在塔山率领手下7000名军卒和清军同归于尽的明朝将军，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就叫童汉邦。在现在可见的清朝人写的有关明朝的这个历史书籍当中，为什么关于童汉邦的记录啊几乎查不到呢？我们又是从什么地方得知这位童汉邦将军的事迹呢？而童汉邦将军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一集我们就来好好讲一讲。我们上一集说到，清朝的那个国史院满文档案啊，记载过塔山的明朝守将啊，说他的名字呢叫钟汉邦。那么这个钟汉邦，汉人有姓钟的吗？还真有。西汉那位啊，请缨系南岳，那青年英雄，请缨系南岳，平氏下东藩嘛，
就是唐朝人写的诗。这位请缨西南岳的个青年英雄，他的名字就叫钟军，他就姓钟。但钟汉邦这样的名字，说句实话是不可能出现在明朝的。我们想一想，钟汉邦，你从这名字的表面意义上看，终结汉家之邦，你再没知识的汉人啊，即使是当时的那些贫苦阶层，他也不可能给自己的子弟呢起这样的名字，那对于家对于国来讲太不吉利了嘛。由此可见啊，清朝这个内国史院的满文档案当中这个人名地名啊，他这个音译好多呢啊确实是不对的。如果我们想知道这个当时塔山明朝守将他真正的姓名呢，肯定要和明朝同时代那些相关史料结合在一起啊，仔细加以研究。经过有关学者的多方考证啊，包括梅老师我也是弄了好多书仔细看，就发现这满文档案中这个钟汉邦实际上他就是明朝将领童汉邦。崇祯四年八月啊，有一份兵部提刑稿簿，这份文件呢就已经出现了童汉邦的名字。城守坐营童汉邦开报，据赵黎山台兵杨澜报称，本月二十日夜四更时分，有奴贼深犯至本台东空徐家山台西空洋地方。明朝这文件所称的奴贼就是指后金兵，有东来夜行班夫遇贼，砍死二十七名等情，卑职屡行查底，以平转报。由此可见呢，作为当时驻守辽东这个边将啊，童汉邦他在崇祯初年呢已经是有所作为了。到了崇祯十二年七月，辽东巡抚方一藻他又上书，请以步营游击童汉邦，调补中左游营副将。而且这方一藻呢还在奏书当中夸赞说什么呢，童汉邦胆气雄壮，所里火营未斩绝掠，改守冲地，治愈有余，是中左最相异者也。从这封明朝辽东巡抚的发往兵部的这个公文奏书当中啊，我们就可以发现童汉邦不仅这个人呢胆识兼具，而且他就善于使用这个炸药和火器。这种情况呢就和童汉邦日后在塔山利用炸药和清军相对抗那个史实呢完全契合在一起了。当年十月初二日，长宁堡备御汪启龙他发那个唐报当中也记载了童汉邦的名字。本月初二日四更时分，据本堡远哨一丁肯克利禀称，九月二十九日蒙中佐所同参将差白总押爱等押通小驴初一日未时分，哨至境外地方小凌河，离边二百余里，哨见奴贼五里路宽踪迹，从东往西南行走过去，随后复来搭贼，看见小的等追赶二十余里，星夜进境禀报等情。汪启龙在这份奏称当中就讲，当时隶属长宁堡的这个蒙古族的民兵啊，一个叫肯克利的，就这个人就汇报，他曾在九月二十九日就跟随童汉邦那些人啊，远赴境外二百多里以外那个小凌河附近侦察敌情。由此可见，就当时呢，这个身任中佐所参将这个童汉邦啊，绝对是虎胆英雄。你想他自己就敢带着一小哨人马深入敌人这个二百里的这个巢穴当中去哨探敌情，这种行为呢，说句实话，在明军那些将领当中呢，显得确实是卓尔不凡。另外一份文件就是蓟辽总兵官左光先这个唐报当中，其中又有童汉邦。在崇祯十三年十一月呢，他就这样写道：塔山参将游都童汉邦、郭天印、汪启龙、黄邦彩带领兵马驰至二台子助战，粮车人畜俱各保全。可见呢，当时身居最前线这个童汉邦确实是一直是身先士卒，而且呢他率领手下人马就能和这个清军拼死格斗，作战确实是非常勇猛的。还有一份文件，就辽东巡抚岳廷贵的发来的唐报，当时就记载崇祯十五年二月，中左路副将童汉邦惩戒投降真仪一名都十把。崇祯十五年二月呢，实际上当时松锦大战呢已经是轰轰烈烈打了好久了，而就在当月十八日，松山就陷落了，洪承畴那些人呢尽数被清军俘虏。在明朝的战况如此惨烈的这个大背景下，当时任这个中左路副将的童汉邦他还立下功劳，就派人呢把清军中投降的一名叫都师拔的这样的一个蒙古族士族呢递解给他的上司，就是辽东巡抚。
不过呢，这次公文记录也是明朝文件当中啊最后一次出现童汉邦啊他的名字。经过梳理童汉邦在明史资料中残存那些记录片段，我们就可以看出呢，这位大明边将确实是一步一个脚印，他的军旅生涯呢确实也是异彩纷呈，不仅屡立功勋，而且还显示出这个人啊，无论是胆略和胆识啊，绝对是卓尔不群。如果我们从清朝那俄色黑给皇太极那奏折当中呢，我们看不出有这个多少渲染明军英勇抵抗事迹的描述。还好清朝那个内国史院档案，这个满文档案，它记载的清朝和硕正亲王、多罗瑞亲王等人，他们当时就派河托啊、钟古那些人啊上呈皇太极啊这个报功簿。这份报功簿当中呢，就仔仔细细记录了当时清军占领塔山城之后啊，缴获那些清单明细。从这份报功簿当中呢，但凡我们有心人就能看出有一些端倪。报功簿这个缴获名单呢，就这样写：上等蒙古妇女20口，汉人妇女80口，俘获蒙古妇女166口，汉人妇女诱除1334口，共1500口，金11两。银1170两，珠子5两3钱，领赏罗发衣裙166件，佛头青布、翠兰布次衣810件，红毡8条，马234匹，骡30头，共264匹，牛82头，驴96头，共178头，甲260副，盔200顶，腰刀160口，弓60张，撒袋70副，眉针剑400支，鞍10副，仓米2650担，红衣炮子82发，将军炮子295发，靶子总炮子2000发，小炮鸟枪子弹9斗，大红衣炮1位，发贡炮2位，大小将军炮409位，佛朗机炮37位，靶子总炮3位，三眼枪11杆，单眼枪4杆，大小炮465位，火药1轿又100瓶，削减50筐，火药坛6个。我们根据清朝当时这个报功簿啊，如果细细研究啊，再结合啊那位叫俄色黑的清朝大臣的奏折呢，就可以基本勾勒出呢当时明军在塔山和清军这种激战的那种清晰的场景。从4月初8日开始呢，清朝这个亲王，比如说济尔哈朗啊、郡王多尔衮、豪格这些人，就率领右翼8旗军啊，包括他2翼护军，以及呢专门掌管红衣大炮的8旗汉军的主力，就先对塔山呢实施猛攻。清军的炮轰呢，一直打到转天5时，啊，终于把塔山的城西的那墙体呢给轰塌了。在这一天半内呢，明朝守军并没有龟缩在这个城堡之内，而是顽强的和清军呢互射火炮。期间呢，明军还弯弓搭箭，把清军的炮手10多人给射死了。当然了，日后清军他为了宣传，基本上不说他自己军队的损失，而是大张旗鼓地宣称啊，进入塔山之后一举屠戮了当时这个塔山的明朝军民7000多人。但从当时明朝军队上报给皇太极那个缴获明细当中就可以看出，你看当时塔山那个大小炮共有465位，但是呢清军缴获的炮弹呢却只有300多发。按照这样的数字就可以看出来，清军缴获的炮弹都比他们缴获那些大小炮那数目还少。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塔山的明军啊一直是在英勇抵抗，基本上就把他们库存那些炮弹都射完了，射空了。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清军在塔山缴获那个火药呢啊这个数量非常少，你想只有1轿外加50筐，这种缴获物相比10天之后自动请降的那杏山城那明军残留的火药数目啊，那一相比简直具有天壤之别。投降的杏山城内所领火药有多少斤呢？有38500斤，硝万斤，黄药3万斤。从这些数字就可以见出，塔山城那个火药啊，基本已被当时的明军消耗殆尽了。这种情况呢，就和后来朝鲜使臣啊，他们多年那不都路过塔山吗？从当地人口中得到那个传说，基本就对得上号了。塔山城内那大明7000名士兵啊，正是利用这些火药和入城的清军呢，等于是一起同归于尽了。清军最终所缴获的那一窟数目可怜的火药啊，应该就是当时啊唯一留存的失效的没能引爆的啊这一窟炸药。讲到这里啊，屏幕前的有些听众，有些人心细的可能就会问，
哎，就会怀疑啊，既然是先入城的清军都被炸飞了，为什么那个清朝那个将领额色黑，他那给皇太极奏折当中还有最先登城的那三个满人名字呢？那三个满人啊，布达里、塔哈达还有图美，你看这三个人就说他们是先登啊，第一、第二、第三啊登上城墙的呢，这个一点不奇怪。这清军打仗的时候和先前那西夏、蒙古啊是一样的，他们每次打仗登城肯定都是事先啊派出汉军作为前驱，等于让这些人呢充当人肉盾牌和那种啊这个填补壕沟的这些炮灰。那么塔山城的城墙啊当时被轰开之后，肯定是清军也是驱使这些汉人兵、这些伪军呢啊先入先登。这些清军汉军进入城内，城内炸药轰然一响，当时死的最多的肯定也是这些先入城的汉军。死了这么多汉军，清朝那些王爷呢肯定不会对这些人呢太过认真的啊计算他们的人数，所以我们后人就永远都不会知道当时被明军炸药炸死那些清军汉军区的具体人数。无论炸死清军多少人，这个明朝的塔山守军啊确实一直在坚守他们自己的阵地，即使在清军当时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啊这种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即使当时他们已经是近乎弹尽粮绝，在当时明朝将领童汉邦率领下，七千明朝的守军最终呢还是与城偕亡啊，这些人呢慷慨赴死，壮烈成人。官府连绵千壁垒，人烟莽荡尽秋墟。我们回首明末清初呢那段惨痛的历史啊，确实是感慨。松锦大战之后，特别是塔山战役过后，那么清军呢极尽残酷之能事啊，大肆屠戮那些被俘的明军伤员和当地的妇孺百姓。清军当时呢对他们这种屠戮行为呢并不讳言，而且炫耀之情呢每每溢于言表，在他们的奏折当中，在他们的往来的信件文件当中啊，经常炫耀到哪儿杀了多少人，到哪儿又把哪个堡垒摧毁。清军在东北地区的屠杀啊，每次都是波及到妇孺啊，杀了不少这个妇女和儿童。一旦遇到类似塔山军民的这种英勇抵抗，你想清军那些王爷啊，那些这个军将肯定是恼羞成怒，他们在攻克城池之后呢更是大肆屠杀。在整个辽东地区，实际上呢从努尔哈赤以来，清军啊对汉人屠杀就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么根据一本书，这本书呢是2000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叫《中国人口通史》，当时呢就记载，那么根据这本书的估计，明朝末期呢辽东都司所辖地区人口呢大概是600多万，实际上这个估计还是偏少，当时的实际人数呢应该在1000万左右。我们以另外一种估计方法来计算，如果从1567年啊，就明朝的隆庆元年，辽东人口当时是以700万为基数的，到1618年，就是万历46年，辽东地区在51年的时间之内呢，以人口年均1/1000的这种增长率啊来增长计算，也能达到900万以上。这样就能算出，万历46年之前，这个辽东的人口总人口应该就是有1000万左右。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兴起之后呢，他们在辽东地区一直是攻城略地，按照当时啊这个老满酋的传统手法，每攻克一城肯定呢就马上要进行大规模屠杀。根据明朝档案记载呢，数年之间后金政权的军队啊大概就杀了300多万的当地汉人，而后呢当地汉人逃亡入关的人数呢大概有100多万，还有一些人呢逃亡到朝鲜还有东江群岛，也有一些人呢又通过东江群岛转移到明朝内地啊，这些人数有多少，也有100多万。这样一来，在当时后金统治区内呢还剩下500多万汉人，而就是这残留的500多万汉人经过努尔哈赤后金政权的反复屠杀，最终呢也是所剩无几。这段时间之内，后金军队对于辽东汉人屠杀规模最大的一次是什么呢？是发生在后金天命十年的，也就是明朝天启5年的一次大屠杀，就是公元1625年啊，后金政权对当地汉人大屠杀。这次大屠杀，如果我们从汉语所修的那个清朝历史档案当中呢，很难查到，但如果我们翻查满文老档，就看到呢，就有详细的记录。当时的努尔哈赤为了屠杀辽东汉人啊，曾经呢特地发有一篇布告，
那么这篇满文布告的内容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下集接着讲。清朝的站人到底是干什么呢？车站的站。三藩起事大伙儿都知道了，就是这个吴三桂啊什么这些起事嘛。康熙皇帝平定这个三藩起事之后呢，对三藩啊投降和俘虏的部众呢啊采取了就不同的处置方式。最轻的呢就那上知信，因为他呢就得所谓反正的比较快嘛，而且他在广州那些部队又没怎么和清朝正规军啊开始这个你死我活的打仗，因此他手下的部众得到了比较宽容的处置。一部分呢编入这个京师八旗汉军，一部分呢继续留在广州驻防，所以说他们还算是骑兵啊，绝对当时是生活啊待遇啊还是挺好的。但吴三桂手下那些兵马康熙不敢用，他也不能用，对这些人啊绝对都认为是逆贼从逆之人啊，所以说把他们惩处得非常严厉，几万人啊大部分都沦为贱民和奴婢，就是这些几万兵丁兵将包括他们的家属。而在当时呢，为了应对沙俄对东北地区的侵略，康熙皇帝在这个黑龙江吉林那些地方设了好多驿站，用来传递军情啊，运送物资啊，等等等等吧。所以这个所谓的吴三桂部下的好多这些兵马和家属后代呢，就被发配到这些驿站当中出当驿卒。你还别说，这些人好多的老家还都是辽东人，所以现在要回到东北呢啊，也算回老家了。但是呢他们属于贱民，他们呢在驿站工作呢就被专门称为站人。和别的清朝那些驿站的这些工作人员不一样啊，康熙对这些人一直是派人严厉的盯着他们。而且呢康熙还充分吸取了明末那李自成，当时他也是个这个驿站的工作人啊，就是因为当时明政府裁撤驿站啊，他起事了，最后把大明朝都给灭了。康熙知道这事儿，吸取教训，就取消了这些人的饷银。哎，你们这些站人，吴三桂从前的兵马，我现在银子都不给你们，至于什么兵仗军械，想都别想，根本就绝对不发给他们这些兵器，严格管理约束这些人。站人呢，虽然说他现在属于好像看上去啊好像是公务员，实际上不是，肯定是临时工。而且他这种临时工呢，他的贱民身份是永远的，他们不能参加科举，不能当官，甚至不能离开啊驿站方圆一百里的地方。而且这些站人站丁他们的子子孙孙也继续只能干这活，这成世袭了。驿站呢他没有薪酬啊，这站人怎么办呢？他只能在周围开荒为生。比如说有一本书叫辽左见闻录，就当时清朝自己写的啊，就记录这些人贫苦之状难以言喻。一直到了光绪四年，你想这阵大清都快亡了，三藩之乱已经平定了一百多年之后了，奉天府城有个叫王家弼的，他就上书上奏，觉得这些人挺可怜，就希望呢恢复这些站人后代啊科举的权利，也就是说呢能够把他们的贱籍给取消掉。这事儿都过了这么多年了，这得体现一下大清的这个圣恩厚德啊。但当时朝廷回复是什么呢？无事为党，本在十世不幼之列，十辈子也不能宽恕他了。由此可见呢，这个清朝朝廷包括清朝的皇室对吴三桂这个仇恨怨恨和恐惧啊确实是非常高非常高的。提到清朝这个朝代呢，我们好多人啊都会想起这个电视剧什么《甄嬛传》啊，《步步惊心》啊，这些这个节目吧。
在这些清宫戏当中呢，那些清朝皇帝王爷啊，似乎个个都是英俊潇洒，啊，心系天下。如果我们真正看明末清初啊，那时候的历史，那绝对是一个血流成河、头颅堆山的时代。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哎，这些满洲头球呢，他们当时留给汉人的，只有经久不息的血色阴霾。特别是那位清太祖努尔哈赤，啊，有的人呢说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啊，军事家，啊，还有是满族的民族英雄。熟读史书的人肯定呢又会说，这个人是不仁不义、血腥残暴的这样的一个屠戮者。不管我们如何评说啊这样一个后金皇帝，但在那个战争动荡的年代呢，实际上最无辜、最悲惨的，永远都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作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来歌颂的，不应该呢是一个什么新朝代啊荣耀诞生的这样的一个啊肇始者、创始者，还应该歌颂呢那些为了守卫自己信仰和家国的那些失败的烈士们。这些人呢，当时他们义无反顾、英勇无畏，他们这样的精神实际上值得我们后世中国人啊万世敬仰。我们上一集说到，后金军队啊对于辽东当地的汉人规模最大的一次屠杀呢，发生在后金天命十年，也就是明朝的天启五年，就是公元1625年。对于这次屠杀呢，清朝的满文老档当中具有详细的记录。当时努尔哈赤还为了屠杀辽东汉人，曾经还特地呢发了一篇布告，原文是这样记载的：我取辽东之后，杀汉人时韩命出世彼等猖乱行恶之布告曰，这所谓的韩呢，就是指当时那努尔哈赤。我取辽东之后，未杀尔等，亦未动房舍耕地，未侵家室杂物，皆豢养之。如此恩养，竟成不是，不思我养育之恩，应向明朝，故杀此有罪地方之人。无罪之人居住日久，难免不乱，故迁至北方，给以房舍田地食粮豢养之。虽如此养育，言窝藏奸细，接受扎缚，叛逃而去者应然不绝。尔等既不思养育之恩，心应向明，故杀尔等外乡之头人者，即为是也。八旗大臣分路前往，下于各屯堡杀之。杀完后甄别之，当阳者以男丁13人、牛7头编为一庄。此杀过后，使贤良书生亦被杀绝。这些文字内容，就在清朝的满文老档当中呢，是清晰的记载着。后金天命七年那广宁之役之后啊，明朝和后金军队之间呢，等于就开始进入了对峙的状态。当时呢，那努尔哈赤的后金局面啊，说句实话，挺不好过的，每况愈下，恼羞成怒，多疑好杀努尔哈赤呢，就开始对辽东的汉民呢，已经展开大屠杀了。努尔哈赤他自己称汗之后，一直呢是以赫图阿拉为统治中心，在天命六年，也就公元1621年呢，他又迁都辽阳。到了天命十年，就公元1625年3月呢，后金就开始迁都沈阳，逐步等于将他们的统治中心呢，放到辽东地区。努尔哈赤这几次迁都呢，就意味着要逐渐将那个八旗兵马呢，全部迁往辽东地区，这就涉及到数十万女真军民那种安插安置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后金当时就圈占了30多万顷汉族百姓的田地，在相当广阔的地区之内呢，就实行满汉合居这样的政策。努尔哈赤这个老奴酋和他手下那八旗女真啊，他们都以征服者自居啊，因此就肆意奴役当地的汉民男女，还任意掠夺呢当时那些汉族这个老百姓的牲畜和家禽。当时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啊，就和多尔衮占领北京之后呢举措是一模一样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啊。当地辽东那些汉民啊，自然人家也就进行不屈不挠的这种抗争。其中不少人呢还积极配合这个明朝军队，从这个宁景一线、海边驻岛以及朝鲜等地，他们就不断的和后金兵马呢展开游击战，因此弄这个努尔哈赤当时就疲于奔命。大概是在后金的天命六年七月间，镇江等地那些汉民呢和那个名将毛文龙他们还内外呼应，把这个镇江那地方给袭取了，
攻袭占领了镇江啊、什么显山等不少这个城堡，而且呢还把后金的大将那个童养真给杀掉了。努尔哈赤大怒之余是呢马上发兵，就把这个镇江地方那些汉民呢就全部屠杀。在天命八年，就公元1623年，努尔哈赤又下令把这个富州的汉民呢全部屠杀掉。而后呢他又发布命令啊，把在战争当中抢掠的那些汉民的财产牲畜呢都分给了八旗士兵。接下来努尔哈赤对于占领区的啊那些汉民也下令把这些人呢全部集中在屯堡之中啊，对他们加以监押和杀害。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对后金政权内部那些汉人官员也加以猜忌，就强制这些汉人官员连同他们的亲属呢都必须在辽阳和沈阳居住，而且还严令汉兵汉民任何人不得私藏武器。不仅如此，努尔哈赤甚至把那些没有粮食的汉人平民都视为敌人，一旦查出没有财产的这些汉人呢马上加以杀害。这种杀戮行为呢就是当时后金国中啊就是所谓的杀穷鬼。努尔哈赤这种血腥屠杀呢自然会引起辽东汉人更多的反抗。于是呢在天命十年十月，就公元1625年，努尔哈赤就变本加厉，他就发布了命令让八旗兵啊对汉人进行更大规模的集体屠杀。这次大屠杀呢就一直持续到天命十一年，就公元1626年。这一年呢努尔哈赤病死了，他死之后他的儿子皇太极这个承继了汗位，辽东大屠杀呢等于才告一段落。努尔哈赤主导下的天命十年的这次大屠杀应该就把当时辽东大部分汉人啊基本给杀光了。这次大屠杀过后，后金政权就忽然发现在他们自己的统治区内啊人口是严重短缺，甚至连这个维持正常生产的基本劳动力啊都没了。所以呢到了明朝崇祯时期，这个皇太极他就曾经四次大举兴兵入关，在什么北直隶、山东等地烧杀抢掠。他们发动战争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想通过战争手段来掳掠大量的汉族人口，以此呢来充实啊他们这个辽东占领地的那种劳动力的基数。经过前后几次攻略，皇太极手下那些王爷啊那些将领总共从关内呢这个俘虏了100多万汉人出关。到顺治年间，多尔衮率领清朝军民啊全部出动，等于是他们已经突破了这个山海关了嘛，然后把这些人搬迁到关内，而当时的总人口呢也只有100万人左右。由此我们就可以推算出最终在清朝屠刀下残存的辽东本土的汉族人口也只剩下50万左右。50万这个数字呢和万历46年以前辽东地区内1000万人口相比减少了多少呢？减少了95%。当清朝建国数十上百年之后中原到处呢这个时候已经都是大清顺民了。那么从朝鲜出使到清朝的那些文人士大夫依旧对于清朝早期这个大屠杀呢耿耿于怀。在乾隆十年当时朝鲜有个使者叫赵官斌的，他在回国途中呢做了两首诗，一首诗呢叫运时，一首诗叫感怀。运时诗怎么写的呢？胡运岂能久，民生亦可怜，不知此天下何日复正朔。感怀诗呢是这样写的：父母武邦万历明，至今圣德何生成，捣衣使突三经线，天降阴阳一玉瓶，还土不忘安堵会，列朝弥谢拱成城，沧桑世界无穷痛，血食黄坛大报名。朝鲜这位文人写诗的时候呢，清朝已经在这个康熙时代了，而且是在康熙平定了吴三桂等人那个三藩之乱之后了。不仅如此，清朝当时还收复了台湾，对这个西蒙古准噶尔部落呢，这个战争当中呢也是不断的取胜。即便如此，一直感恩大明的那些朝鲜士大夫对于清朝呢是依旧缺乏发自内心深处那种认同感。在他们心目中呢依旧是非常感恩先前在万历时代呢当时明朝拯救朝鲜这个元朝抗倭的那样的那种行为。对于明末清初大明宗主国战败这种惨痛历史记忆呢，在这些人心中呢还是长久的佛事不去。其实呢距离明末清初那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呢这个时间越遥远呢，我们今天来审视这个历史这种目光呢应该就能越来越客观。日暮孤魂泣，天寒远客悲，
每当我们想起这个明末清初那个松锦大战呢，每当我们想到明朝那个塔山那些英烈，对于那些大明英烈的啊，他们的英勇事迹呢，我们都感到无限的悲壮。在前面的几集讲述当中呢，我确实引用了不少啊清朝那些朝鲜使臣他们的诗歌和记载。在明清史的研究中呢，朝鲜古籍《燕行录》还有《朝鲜李朝实录》，而这两套史籍绝大多数都是当时朝鲜人他们是以古汉语的文言来加以记述的。韩国的成均馆大学呢，曾在1962年啊出版过《燕行录选集》，而韩国的东国大学出版社在2001年又出版这个《燕行录101册》，啊，绝对是煌煌的一大套书籍。明清两朝到中国来这个朝鲜使团当中呢，不少都是文人士大夫，这些人呢都擅长古汉语写作，于是呢他们就把他们自己来华时的所见所闻著录成书。这些著述在明朝的时候叫朝天录，那么到了清朝呢就称为燕行录。那么在这一大套史籍当中呢，并不是专指某一个朝鲜使团人员他来华时自己的著述，而是包含了好多作者好多文人士大夫啊他们的著述，等于是集中的。朝鲜的来华共使使团呢，他们经常在每年10月或者11月初从他们当时的首都汉城出发，就是今天的首尔了。年底之前呢，这些人就能到达北京。清代朝鲜使团呢，他们的这个出行路线呢，基本上是陆路，沿线所经的主要城市呢，依次是平壤啊、益州啊、鸭绿江啊、凤凰城、连山关、辽东、沈阳、辽宁、沙河、山海关、通州，最后到达北京。总路程呢约为3100里，朝鲜使团全部旅程算下来，就包括他们在北京逗留的这个时间啊，总共需要5个月左右。而朝鲜使团他们在北京驻留的时间呢，一般在60天左右。在此期间啊，这些朝鲜使团的人员呢，还以私人身份和中国的官员啊、学者啊，哎，甚至在北京的这个西方传教士啊进行接触和交流。同时呢，他们还会游览书肆啊，包括各地的名胜古迹。朝鲜来华的这些使臣回国之后呢，基本上都是由朝鲜国王啊亲自召见，这些使臣呢就汇报啊有关中国的一切情况啊，一切的所见所闻吧。尤其是使团当中的书状官，他必须将途中那些见闻啊全部要禀报给这个国王啊，都是以书面的形式来禀报。使团当中其他人员呢，也私下会撰写有关出使中国的他们的所见所闻。这些著述呢，绝大多数都是用汉文写成的，只有极个别的是用燕文来写作。这燕文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些朝鲜文字。燕行录呢，就是朝鲜使臣啊，朝鲜的文人士大夫这一系列的关于北京之行啊，他们的著述这个总称。其中的写作题材呢，就多种多样，而且他那个作者呢，人又挺多，这个年代跨度呢也挺大。燕行录当中这种体裁呢，有日记体、有诗歌体、有杂录体、有记事体等等等等吧。作者呢包括朝鲜派往中国的这个正使、副使、书状官啊，包括这个使团当中的一般的那些随员，哎，这些人也写东西。作者当中还包括朝鲜特别有名的学者，什么朴智元啊、李德茂啊、洪大荣啊、什么柳德公，这些人，这些文人呢在朝鲜历史上也是鼎鼎大名啊，他们都是北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燕行录最早的著述时间呢，始于崇德2年，就公元1637年。现今我们能看到最早的呢，就是当时的朝鲜人金宗一他所写的《沈阳日程》。那么最晚的著述是什么时候写的呢？那就到了光绪14年，就公元1888年，有个朝鲜无名氏他所写的《燕园日录》。其中呢有记载沿途的这个风景啊，什么使行人员啊贡品名细啊包括沿路所见的风景之外呢，对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都有详细各异的啊这样的记述。而当时来华这些朝鲜文人，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个政治啊、著名人物啊、藩属外交啊、边境贸易啊、什么商人市集啊、士人科举啊，包括当时中国的啊各族的这个婚丧风俗啊，都非常感兴趣，记述内容非常庞杂，而且非常详实，可读性也很高。《燕行录》啊这一大套书，在内容与时间上呢都覆盖非常广，同时呢也是外国人对中国认识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具有相当的真实性。所以说，纸笔全面完整，那就是朝鲜《燕行录》啊这套古籍最大的优点。
这一大套丛书呢，可以在很多方面就弥补中国史料的不足。在研究明朝女真史和满族兴起史方面呢，《朝鲜李朝实录》啊，有时候也简称《朝鲜实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套书籍呢，是朝鲜李氏王朝全部用汉文记载的官修史书。朝鲜的李朝啊，兴于1392年，止于1910年，基本上和中国明清两代、相始终。而就在《朝鲜实录》当中呢，就大量记述了明代女真在中朝两国延边地区和朝鲜东北方面的这样的活动。其中呢，有关女真内部他们初期兴起时候的社会内部调查和报告呢，我们在明朝的官修私修的史籍当中呢是非常难以见到的。日本学者呢，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初就开始整理《朝鲜实录》，从中呢检抄女真啊、什么蒙古史料啊等等等等吧。在1954年啊，日本的《满蒙史料》就开始陆续出版了。到了1959年啊，这套资料呢总共15册就全部出齐了。这套书的这个书目还附有什么人名和地名索引，所以说非常便于检索。荔枝这个东西到了清朝还算稀奇物件吗？晚清诗人杜牧那个过华清宫啊，大伙儿都听说过啊，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讲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呢为博这个宠妃美人杨玉环一笑，这大胖闺女一笑，然后费尽力气派手下人啊，就用那快马运送荔枝。苏轼呢惠州一绝已经被发配到这岭南了，天天肉烂嘴不烂，就说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我劳改也认了，有这么好东西吃。荔枝这珍贵，难道到清朝它还贵吗？还真是。你包括自诩为十全老人的这个皇帝乾隆，他都不能够实现荔枝自由。我们根据清朝那个宫内的档案《哈密瓜蜜荔枝底部》当中就记载，乾隆25年6月18日，福建巡抚吴世功进鲜荔枝树58桶，共结荔枝220个，本日交调下荔枝36个之内，拿10个进宫供佛，其余随晚膳后呈进，指明日早膳达今此。我们乍一看呢，就说哟，这荔枝58桶，这多少荔枝啊？没多少。他那荔枝进献的，为了保持新鲜，他并不是说像现在的就捡下来之后什么，这一冷冻啊，一那个什么，就是很快能保鲜。他当时为了保持它活着，这些荔枝树啊，就跟这个这58桶啊，就跟现在的盆景一样，是弄一大盆，一个一个弄了。这一大盆，这一桶，所谓的一桶吧，那上头没几颗荔枝，而那天还弄下来这个36颗荔枝呢，那肯定珍贵啊，先挑出10颗来供佛。剩下的乾隆皇帝自己肯定不能吃啊，那得孝敬给长辈啊，皇太后啊，温惠皇太妃啊，裕贵妃啊，包括他自己的皇后啊，令贵妃啊，那些嫔妃，基本上呢每人能够得到一颗，至于他那些皇子公主根本就没份儿。说句实话，就这点荔枝，你想乾隆啊，这那个时候一天才能吃一个。梅老师到了深圳之后，在20多年间一天要吃4-5斤的荔枝，就在荔枝的下来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吃到荔枝梅。所以在吃荔枝方面，我比乾隆皇帝啊绝对牛多了。乾隆皇帝呢不仅觉得啊这个荔枝味道清香甜美，而且他深爱啊这种水果。为什么呢？这个水果给他带来无限美好的回忆。来河呼呼去匆匆，空寂行云上有踪，应为藏心荔子道，又叫梦里一相逢。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呢？这首诗啊，就是在乾隆有一年吃到荔枝之后，就想起来他和他的爱人，当然已经去世了，就那富察皇后，两个人一人吃一颗荔枝的啊那样的一个场景。